饭店里一小盘黄瓜都要20几，还吃不了几口就没了，咱自己买两根回来做它不香吗？切段的黄瓜一定要先用盐杀一下清气，这样吃起来不会涩口。用清水淘洗后放入蒜片、小米辣、一大勺生抽、半勺陈醋、半勺白糖、半勺蚝油，干辣椒用热油炸一下赶紧倒进去，学会再也不用去饭店了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